2017年，台湾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世界冠军呢。今天要推荐的这一组，他们去年到泰国参加世界小丑大赛，他们打败了38个国家200多个参赛者，获得了团体组的金牌，可算得上是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呢。这两位呢，都是欢乐联盟表演艺术工作室的成员。杜伟成擅长独轮车、高车踢腕，夏林威擅长杂耍、口技转球，两人合体擅长表演双人叠罗汉翻滚。哎呦喂啊，可别看这样简单的演出哦，私下的他们可是必须每天都苦练才有这样的成果呢。接下来靖鹏表演的这项高车技术，目前在台湾只有杜伟成能演出，看到就赚到啦，不看包你饿完一辈子哦。今天来的这一组呢，是去年去到泰国参加世界小丑大赛，获得了团体技巧的金牌。金牌耶，第一名耶。重点是哦，他为国争光，因为他打败了38个国家，200多位的参赛者得到了第一名。哎呦，对，除了双人特技之外，他们要到飞哥的节目来表演啊，一定要加码设计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特技，叫做高独轮车。哎呦，高独轮车高180公分啊！哎呦，天哪，快跟我，我比我还轻了呀！现在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段难得的金牌秀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他们的表演。
兄弟吗？也不是、欸，也不是，不兄弟像，还真的不太像。从国光剧校，是哦。因为一高一矮是跳八将战认识的。七也吧。不，他的你体重多少？70公斤左右。哦，你啊？我68。对啊，不是，你是这样刷两个手一举就把它举起来？错了，以前我在他上面。哎，哎呦，到了他这个样的时候，换我在上面，换我在下面、哦、啊！你们随时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哦。对，不太可能。你以前是很胖的，就对了。我以前很小，比较小，比较瘦。不是有可能吗？有可能现在兑换一下吗？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碗那些是很不容易，那个也算是代表台湾嘛。对啊，杨丽菁，杨丽菁讲评一下，讲评一下。学弟啊，国光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我们学校全身，可是很少练这么高的哎。对呀、啊，大部分都比较小。这期已经失传。对，我刚刚看他这样翻很难，因为你的直径越长越难翻。哦，对。哎，马上就讲出一些术语。谢谢谢学姐。玛格丽特呢？我觉得他们学钢管一定会很快。哦、oh, ，上节目还在拉学生呢、啊，要学瑜伽，两个人在面向玛格丽特，来来来，给马哥看一下这样的身材。我问你，这两个哪个是你的菜啊？啊，啊，三个好了。啊，完美的选对，这样才对嘛。不在一个平行宇宙。我是不怕伤心的。飞哥挺胸也是一条汉子、啊。哎呦，好，换边看屁股了，屁股夹紧。夹起哇！你当真啊？看不到，你该不会还要把衣服撩起来吧？哦！哎呦，我翘腿，翘臀，翘臀，哎呦喂！贝哥屁股好翘，好硬哦，好紧实哦。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天。哎，飞哥，你三天不错。练习，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？好练习啊！练习练习是练习。好，接下来他们要玩另外一种魔术，也是胆识的测验。什么？是测验我吗？就是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车上做的丢瓶的动作？在车上啊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把它进阶到比较，就是放在地上。那我们的观众要互动的人就站在中间。哎呦！那在我们的棒之中穿梭。啊！表演特质是中间那个人吧？不是，要测试他的胆识。对啊。哎呦！如果叫洪都拉斯来，反正他那个脸打到也无所谓，所以他的表演牺牲价值的感，这个质感不够。哎，我们来找一位了。对，当然是用菜鸟来的。对的，小鲜肉来，又是 Gino，Gino 用你的，Gino 今天都是你的镜头，因为你最菜啊，就飞哥照顾我。对啊，对，好吧，我快来考虑一下，还是给王宁补。王宁补啊，给王宁补，那是随时都会很紧张的感觉。对啊，来来来，王仁补站中间。哎，我上次来是这个人府现在已经开始不靠脸了。上次有撞到一个火柴哦，在嘴巴里面，然后溜溜球点火。哎呦，溜溜球打到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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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我对你们有绝对绝对的信任。来来来来来，十次有九次信任，丢瓶子十次有九次不会打到，但我们已经九次没有打到。他们刚练过九次都没打到，我们好看那唯一打到的一次，真的真的。那这次还有收视嘛？对对对，尽量打到，对，要打到。好像那个卫兵哦。眼睛不能眨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讲好，还好吗？哎呦，头不要乱动哦，好近，头不能乱动，哎呦哎呦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哎呦，好近的，哇，你活下来了，我们从侧面看，超近的，真的，我觉得你刚刚其实有打到我。
因为那个我觉得有一个风啊，就例如那个很平静，我有感受到那个哇塞，好酷哦！好，希望以后还有其他的特技来我们节目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